就有时对路随清漂浮飞，要向人间尽早去，该条日作走风衣。老师认证然后我就是用八罐，八罐大家拢有听过迄种广东菜较济嘛，就是较老嘞。啊，不过八罐嘛是有八罐鱼，啊，搁有一个用清唱的叫做六曲。啊，这是较少人有听过，所以阮就用八罐的六曲的曲调，啊，加大和的小音，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结合。Thank you.
念那个诗啊，是是用的白底，但是刚刚在唱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些咬字的音是不一样的。那因为是因为咱八关啊在念在八关体，还是拢在念幼曲的时阵，拢是用五关话。对，那所以有一些那个听起来它好像又是国语，好像又听起来像台语的那个发音，对，其实不太一样，对，蛮有趣的，对啊。